你看到这韩国的粉丝，大家比谁比较热情，略过那个椅子，大家比拼过那个。哦，牛这个位置，老贝了，要顶吗？不太行，不太行哦，这杀感觉伤害够吗？又比你配个卡萨丁，闪顶留住，只留住一个瑞空啊，这个闪顶确实没什么意义啊，你仔细看。就算把奥斯不交闪，我觉得也不会死，你知道吗？啊、我扫烽火眼，你们下路应该要知道吧？香锅要来了，有没有机会抢二呢？亚洛斯没闪呢、啊，目标是前面的一个法洛斯，顶到两人，哇，交两个法洛斯直接要死了，而且连瑞空都不一定啊，交了闪现才走掉。哇，这边赶了过来，丢一个 Q 进去，但被锤了起来。哇，那是瑞空，他要死了，他没有闪现的。他有 W 吧，应该有机会活。我先看一下，画面没带回来，应该没事。啊，没事没事。他有四大登场可以跳，那是没事。哦，好，好，嗯，这个，哎，没事。这个对，上顺便换个画面回来没事。但刚刚那一波，是一只小鸟，爆、哦、也拿了。真的是 gank machine 吗？ gank 完再 gank。刚刚你好像是这样 gank 我的，那换我来，让你沐浴隧道，让你品尝一下我的肚子。绕到背了，直接闪顶，直接流交闪，再减闪后闪掉。Faker已经离开了，在下方位置单杀了，又拼杀了。我觉得 Lamy 的二应该是中国队最放心的、哦，所以中下比较重要。看一下下方 ，Combo 接到有个失误啊，他被单人对线时敲起来死了。我下路的优势，中国队是足以让下路的辅助开始跑线。香锅，三档留住单人的一个包抄，瞬间击杀。香锅已经没有闪现了，大家都在猜。那这下 Uzi 压力大了，赶紧走。但是你被包抄了，好像跑不掉了。掠食者追，第一个斧头没中，但第二个斧头比较难跑，回身操作其实很高。DP 要来，直接守备二到了，直接叫羊，等等等等，往前的火元素直接撞到欧拉，一下后续伤害补不到，闪现一两个，直接撞，不过被削弱了，有一个敲交化的效果，直接把欧拉姆给敲死。前位置卡丁也到，有六的人往前，虚空法球收下了一个瑞空，夹带一个 combo 留住瑞空，哇，六这是柔一啊，柔一死了，拿了好几颗头。这个差呀，全都有参与到。三零二这边撞起来之后，本来这边可以一，但他靠到这边才交闪一两个，加上 W 直接被拍一下 WQ， 伤害完全打满。然后香锅后续的进场留住人，那柔一在这种团战队友已经倒两个人的时候，已经就是无法回天了。捡到闪现上去，哇，跟卡萨丁比位移不可能的，头还是落在左手绕。好远的位置，卡丁也到了，已经开掠食者了。这波是四加二，谁呢？暴牛最大闪现加多连锁脱路了，并没有拉开安全的范围，直接倒。左边的瑞空头也不回，库尔直接知道你不行了。这波我觉得其实酒桶也不用交闪，就是当他第一个，我觉得酒桶第一个开得很好，他已经把法奥斯压在墙壁上了。但那个瞬间，其实法奥斯就已经跟就是宣判死刑没什么两样。还想再留，明有想法，往前走一下，先行回家吧。四颗头又补了一颗。先看一下下方这个位置，一开始一样推线嘛，标准四杀二等线路推送，然后法洛斯没有清兵来辅助往前压，开始把法洛斯跟双人线的位置限制住，酒桶这边移过来，啊，你看这个时候压在墙壁上其实已经是死局了，他这个时候是闪现过来就是 W 敲他一下，我觉得是没有到特别必要的。哎呀，现在是这个黄暴利刃 VS 比尔吉沃特弯刀，哎呀。完全不是同个等级的，在左边位置被抓到了，二的位置不太妙。一个桶交闪，在远方的一个逆流投石丢过来，二直接交闪，这个下塔应该是占领下来了，扛到最后全部钱加600都给 Uzi， 再克600。小狗真的这一场太舒服了，硬杀嘞！小狗子终于被留住，交了一个金枪，二也赶到了，二这一撞到右边大爆破，就是两个 DP 把对面给劝走了。哇，柔一还想进攻，但被留住残血，下方位置法洛斯被留住敲了起来 ，UZI 直接收一套刀，根本救不了，而且上方的柔一也被卡萨丁给收掉，卡萨丁好像还在追人哦，这波是中路队大节奏啊，有机会魔力还够往前一踩，没有踩到，对，而且对面跑得很快，他是出火炮，但他也是，等一下，下方这个，你看上路这个酒桶惊人，先撑出第一波很关键，撞了两个人炸开之后。这边本来没魔了，突然换了一个清晰回魔加 QW， 对，是那个疾风法术的妙用，他直接帮他加了一层魔力，多留一个人，太惨喽。那这边我觉得哦，香锅后续这个就有点膨胀了，这也是冠亚军赛了嘛，对啊，这都冠亚军赛了，那个雪球带的有多恐怖了，你还有可能指望你的对手不把握你的失误吗？对，哦，这个想抓死掉吗？轮一过来，准备梦于隧道，前面瑞光控制两个，右边。哇，再控啊！这个瑞空直接控好控满，西野倒了，这一波的一个中路队选择要退。赶紧这边辅助，但是被斧头给留到，这边团长直接断了后路，把雷米给卖了，五个人包抄。这个进攻就稍显鲁莽了，稍显鲁莽没有大，这波要控住应该不容易，点很多下，应该是可以直接再不掉，有机会吗？
明直接过来捶了一口要走，荣誉球就变过来，是丹娜直接留住，越钻越深了，轮到他自己来了，是你吗？抓到了，抓被留住，爆球炸出来，起来，二的一个仰眼直接进攻到，一波的一个 CT 直接死，投给 UZI， 感觉要掉了，欧拉夫不回来，来不及回来，来不及了，是来不及，他不是不愿意回来，是他真的来不及，直接上高地还想破水晶兵营。水晶兵营你就该回来啦，我是真的奉劝你，水晶兵营你就想一下，先拉了，就四条风龙，哦，四条风龙，四条风龙，容易沉醉风龙隧道要跳吗？没有，打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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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跟着队友一起吃了，哇，这个切到中路了，目标抓对中路，又是二的一个亚，容易的位置，在前面，哇，不见了，已经先死了，来酒桶炸一个，没有，没开了，先开了，这波差真的好痛哦，什么情况啊？24分钟这个八龙一半喽，还不怂啊？钢炉要下蛋了吗？这边先用这个侦察视频看到了，船长下大，后面的 TP 要来，选择先拉掉拉退。九龙已经扛了不少巴龙的血量后，赶紧撤退，有什么想法了？那这一波是有点算是节奏交换。是法洛斯哦，目标是法洛斯，法洛斯有双招的，有个反应，先顶起来，蛮牛之力，牛灵好，开大直接敲，瑞空直接控，不过暴龙炸了回来，在空中直接交闪，法洛斯拉掉，瑞空的控制也救了自己 AD 一命，反身是亚历斯塔，赶紧拉掉，前面是想要输出，但被筒子给扎到 ，UZI 掉了半血啊。现在又开始变得有点被动了，而且 GP 的大局快转好了。如果是劣势的话，飞可就没有太多的机会。开扇了，现在反身是瑞空吧？撞瑞空，哦，撞的是这边是龙一，哇，前面炸回来，三的包囧这一炸，瑞空被炸了回来，反身控制卡拉丁，左边位置伤害还不错，反身收毛，这时候的一个 UZI 又收了两个毛，直接收了两个人啊，反身过去普攻，两下暴击水银秒解，就算 Score 在吃掉了也守不住，把龙的一个身上，他20%的血量来参这个团。你看二这边等等等等，来找角度撞，撞三个，哇，撞两个，然后配合牛撞三个，然后再把瑞空炸回来。瑞空这边回头控制，虽然有控到卡拉丁一下，但是后续被 UZI 这个毛定身之后，直接暴打一套，双人线直接殒命。哇，半条血的法洛斯两个普攻就死了，直接推到高地的关系，下路那个水晶几乎是 open 的，这中路队很容易去拿，而且哎。飞哥死了，飞哥死了，要结束了呢。飞哥你，柔一这一场的发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先看一下回放好了。来，走进来，噔噔，睡一波隧道，然后你不会R出去吧？也没有啊，你也没有R出去啊。这里还要很久吧？亚历斯塔跟这个卡丁还没关系，我们相信 OB。跟着 OB 走啊！这里，哎呀，调皮啦，被秒杀，直接死，一脚就踩死。起飞之后跟大家说，我准备开战，各位不得了，现在这个位置准备要来进攻了。原来是一个凌空飞起，凌空飞起，来了吗？来了吗？好，来，哎，发不动，炸！法洛斯没了，原来是这个没了，贴心的转播替他精简这个。对，不要看前面对线，我们看团战那一波撞起来了，你看毛子直接死，好不好？这个我们给大家精简之后，闪现过去普攻，哇，一个 double kill 又插入口袋，在温泉里面收毛吗？打了一道，哇，这个 faker 也活不了 triple kill， 这一只差呀，也真的是太 OP 了吧？这个11-02啊，这就是 UZI 的实力。我们要恭喜的是中国队2-1，目前是一个听牌的局面。有个 UZI， 好稳啊！感觉到底有多么的，真的很安稳，多么的舒适啊！就你对线永远不会认为下路会爆线。UZI 抓抓头，看向西叶那边啊！今天怎么这场比赛怎么？现在知道小虎平常的感觉怎么样了吧？是不是很开心啊？对，西叶看了看，哇哇啊哇！难怪啊，难怪 RNG 现在也季后赛打，难怪以前遇到的时候真的打不太赢。当我队友的时候，真的这么造？对他碰了谁跟谁一队都没关系啊！真的这么逆天？哇！这边我觉得最痛苦的一定是我们齿哥，他是爆线的那一边。他齿哥无语，齿哥世界冠军齿哥现在感受到了那个 f
Faker 当初散发出来的那股压力，对，现在也落在他的肩膀上面了。Faker 他在想说，哎，奇怪了，我杀了不是不会爆线吗？好凝重，到底怎么了？好凝重，好凝重。Faker 昨天还在开心。